你是不是想找茬？我叫你呢，过来。那位就是秦小姐，慕容晴。她武功怎么样？秦小姐内力不足，所学太杂。但我劝你还是不要招惹她，我是不会跟她动手的。 你笑什么啊，傻子？你这个发簪好好看哦，我也想要。哎，还敢请东西？站住！关你什么事儿？我去帮你们把东西抢回来，都别跟着。她是盟主的女儿，又是福公子的未婚妻，她凭什么？我今天定要她好看。 傻子，今天是你抢我东西在先，慕容盟主还在闭关，那我就替他老人家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哎，慕容晴，你之前失手把我推下水，今天又来教训我。哎，慕容晴，你我到底多大深仇，这么恨我？哼，你一个傻子，也配让我恨？ 也对，可能就是羡慕我吧。哼，第一，我爹是武林盟主，哎呀，我的未婚夫又是江湖第一大帅哥，还是未来武林盟主的候选人。嘿，我这简直就是女主配置啊！像你这种女配炮灰，当然会羡慕我了。你竟然说我不如你，简直大言不惭！ 今天要是不把你的嘴撕烂，我就不叫慕容晴。你不是主啊，你到底是谁？贱人还削恶人魔，哎呀，我就是派来治你的吧。我劝你以后老实本分一点。我要杀了你！哎呀！